唉，没有技能我真太厉害了，真的建议老 K 学一学我，我真的好强啊！讲实话，如果像这种对局上大门真的不如我处理的好，我说良心话啊，这个真不吹牛逼，一定不如我处理的好，我发誓。建议老 K 学一学，没有技能大门怎么操作？他到这种对局，他大门一定不如我处理的好，这个我真不是吹牛逼。何吃打无指挥啊？话说和老二打无指挥非常会给自己找存在感哈、啊。对，说这个老 K 的大门啊，打无指挥不如他的大门打无指挥啊，反正看对局，看看他吹的有没有道理啊。看我来直接抓尾波四连，小七弟直接闪开，好，预判一个升龙啊。这些是打对手的习惯招了啊，闪身之后对手会继续贴着压，然后升龙，这把近身也是有点明显，带升龙。哎，掏一手，哇，时间这么快到了，又出一个升龙啊，又是一个能量闪身，然后也是很习惯的动作哈、啊。吴志辉一看到对手能量闪身，他马上就要跳哈、啊，然后你一跳，我就已经知道了哈、啊，记习惯的打法，这个习惯记得相当的优秀啊。好，发弹环珠上来了。可以的，葵花追的不错。这重拳必杀吗？哎，来了！我去，这一套下来直接死了。Round three, ready, go！ 太屌。有点危险啊，这个 AB 就不让你近身，打反击命中。Round four, ready, go。哎，走了，不让你打破防的机会。但是这个破防依旧会在，再推过来，哈哈，还打晕了，我去，太快了吧 ！KO。哎，这一下呢，起身是没气的哈，打千鹤。Round three, ready go。学一学老 K 啊，有没有在看？要学一学他的大门了。哎，连续 AB， 还是没有机会。可以，跳入不错，踢得很精准。我去，这一波如入无人之境下来，哎，天地反震。哎，这一招好招哈，我感觉这招你是从老 K 那里学来的哈。好，关注修修，我也走丢。